你先生，你现在有什么心得心情？完了，要做爸爸了。来，我们看到这个黑黑的地方，就是所谓的羊水，然后旁边一点点白白的，就是他本人啊。然后我们刚刚已经去照完超音波了，就看到他一闪一闪一闪这样，那就是他的心跳。对，我不知道哎，我异常的淡定，就觉得说，就是他会好好的、啊，有种很相信他的感觉，他会平安健康的。那你看到心跳的那一刻，有没有觉得生命很奥妙呢？有，然后很期待，接下来每个月看他长大，然后看到他的手，看到他的脚，然后看他的整个身体，然后就是希望他是健康的，就这样，谢谢。谢谢什么？谢谢他。